It's a hazardous task for ships trying to beat the communist blockade of Quemoy, but it's a vital task if the nationalist garrison manning the offshore islands is to hold out. Supplies are reported to be very short. Batteries on Red China's mainland have almost sealed off the island from help.为了表现伟大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我们决定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访问的前夕和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大炮迎送。英雄们高呼：“艾森豪威尔滚出去，开炮！美国侵略者滚出台湾去，开炮！” 金门县长派直布达典礼上午8点半钟在县府大礼堂举行，由福建省政府主席武金赞亲自布达。亲爱的大陆同胞们，你们好，我是邓丽君。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我很高兴的能够站在自由祖国的第一前线金门。 我也希望在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唯有在自由、民主、辐射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也唯有全体青年都能自由发挥聪明才智，国家的未来才会有充满光明和希望。 坐着船来到对岸的厦门港，厦门民众挤在岸上，金门县长陈水在兴奋地说：“他这一步可让台湾人等了52年呢。”就刚刚呢，在金门县府的带领下呢，已经呢正式完成了整个通水仪式哦。可以看到呢，主办单位是设计在这个出水口的地方呢，有用一个喷水来象征两岸引水工程的正式通水。 立刻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赶在小三通10号关闭前回到台湾。我们此行来金门，就是要了解事实真相。 协助家属善后，带回2名生还者。我们要求台湾有。
官方面认真对待家属的正当关切，配合处理善后事宜，避免进一步对家属造成伤害。想。